people, you out here tonight to have a real good time. So we gonna have one of the craziest times you ever had in your life. We going into a brand new year. I need y'all to make some noise. I said, make some noise. Yo, 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国制造肌肉哥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那夏天到了，路上的爷们们衣服基本上属于越穿越少。每年这个季节，正是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儿去展示我们男性伟岸身形的时候。当然，生活在祖国，难免受到各种美食的诱惑。一个冬季、春季下来，身上难免会去长一些遮盖我们完美身线的肥肉。那所以这个时候，哪怕是临时抱佛脚，肌肉哥也建议咱们大老爷们儿要去健身房动一动。对于那些有社恐的健身新人们来说，可能想着去健身房要面对那种五大三粗的猛男，就会觉得紧张。哎，今天你能刷到这个视频，算是你走狗屎运了，因为今天的视频就是教会健身新人们如何在健身房秒变大神。那我们可以看啊，今天健身房人就比较多，然后你环顾一下四周，你就会看见会有这种块头特别大的。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想在你的这个环境中有气场怎么办呢？你就要找个块头比他还大的，然后你要找到那个块头更大的，然后上去跟他打个招呼，然后要很放松。我在这边啊。那就是当你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刚开始练，身还没热，这个时候啊，你一定要穿个这种宽宽大大的 T 恤，千万不能脱，知道吧？这主要有两点原因。第一点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还没开始健，因为这时候你的肌肉还没有开始充血，然后你要如果脱的话呢，就显得你会比较小。第二点原因就是，你为什么要穿这种宽宽大大的呢？你要给周围人一种信息。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就是老子肌肉太大了，我穿衣服遮着点，我怕震着你们，你知道吧？那么在健身的过程中呢，对眼神的这种和面部表情啊把握也非常重要。就是我们先讲这个，你在每一组开始之前啊，你一定要给人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很有压力，知道吧？然后就是忧郁，然后来回转，知道吧？对，就要配合这种体态。就是感觉你马上做那种很大很大的重量，非常有压力，懂吗？那健身的时候呢，这个眼神的把控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一定要就是摆出那种六亲不认的眼神，要那种狠起来，对吧？就要对对，要有那种狠劲，然后你再看起来够显专业，然后最好戴一个帽子，这样有一种遮挡的神秘感。那小伙伴不要就认为这个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还有在做动作前表情很重要。其实你一定要记住，在健身房你要想看起来像大哥一样，整个健身房过程你都不能去忽略眼神，明白吗？就像刚刚我做完这一组，一般做完以后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眼神呢？你要用那种顿时那种空灵，就是放松，释放一切，脑中空白。然后这个时候最好的时候呢，你要那个眼神看到斜上方45度，然后就是感觉脑子放空的那种感觉，懂吗？就是大家注意一下，我来模仿一下，懂吗？就是这种眼神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细节把握好。那这边还有个小技巧，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，就是因为就是当你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，
你保不齐旁边可能是某位健身大神，或者是那个让你中意的小姐姐。通常遇见这种情况不要慌张，对吧？你坐在你的器械上直接，这一步很重要啊。哎，直接就把你用的器械重量放在这个最重的地方，然后尽量动静搞得大一些，引起周围大神和小姐姐的注意。那如果小伙伴可能会说，不对啊，肌肉哥，啊，我推不动这个重量，怎么办？正确做法，你一定要努力尝试一下，就是，然后要做这种受伤状，然后就不是因为我实力不行，而是因为我常年的锻炼，然后身上有伤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深深的震慑到你周围的人，这个就叫专业。那刚刚跟大家讲了这个，遇见周围有大神或者有漂亮小姐姐，你该怎么应对这种状况？那其实健身健到现在呢，基本上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基本上热开了，肌肉该充血也充血了，对吧？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要遇见一个比你还小白的小白，哎，这个时候作为爷们的你也不要这个害羞，该亮剑的时候亮剑，这个时候你就得好了。今天视频中主要教会大家的就是如何让健身小白，即使在你没有太多的健身经验，没有太明显的训练痕迹，没有大块头的肌肉，但是让你通过提升自己的演技，依旧能让你看起来像是健身房里的那种大神。俗话说得好，肌肉不够，演技来凑。那所以视频前的小伙伴，你们一定要按照今天肌肉哥给你们讲述的方法，以后在健身房多加练习。当然，如果你们练习过以后，在健身房依旧无法获得大量的关注，无法获得周围小伙伴的respect，那肌肉哥回头会出一期关于健身房大神装备的视频，让小伙伴在健身房里能获得更多的加持，其中就有大家所熟悉的，健身房大神标配三件套。第一样，那就是你一定要整个这种耳麦，然后健身的时候一定要，然后要晃，要晃，然后呢，当你喝水的时候呢，也不能用普通的水杯，你一定要用这种符合你肌肉气质的这种大水杯，懂了吗？然后看起来就是更猛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你在入场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背那种小书包，一定要整这种，就是感觉能搬家用的这种大包。当然了，对于一个大神，他们在健身房运用的装备远不止这些，但是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。如果视频前的你觉得此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，千万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。 Peace。